套罐子给狗。嗯，老板，啊，这不热的天，你把那狗你放这里，它不受罪啊？干什么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套圈的。套圈的啊？套圈的。怎么了，圈？我买那两桶来，好吧。让我看看。哎哎，中了吧？喊什么喊？看见了，还有一只的，别的套。换罐子。你老板，你怎么还换罐子呀？怎么你还？我这套我说了算。你这罐子明显套，你这罐子明显比上罐子大。还套不套？来，继续。嗯。哎，跑，中了吧？杀！太多了，老板。嗯，什么态度了吧你？不是态度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走，我看那小狗好像有点不健康，我赶紧带它去医院走。嗯。刚给检查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瘦。回家的话多给它加强营养吧。好的。谢谢啊，希望呢咱们的兄弟们呢也去多多去善待小动物，你看多可爱啊，是不是？偷偷的啊，不说了。